今日要去一间啱啱开张冇耐就已经好 hit 嘅饮食餐厅，铺头名就叫做柏正铁索。好好奇系咪真系会好味道，好似佢咁讲会拍晒手掌。我哋排咗差唔多成一个钟头先至可以入座，等到劲肚饿都要食到嘅就系呢一个。店家提供了五款的牛肉，标明是韩国产的。牛肉的脂肪很平均，肉质很坚实又有肉汁，而且用了炭炉去烧，多了一阵烟熏的香味。另外还有九款配菜和丰富到爆的沙律巴，只是吃这些都已经赚饱了。还有一个主角俾多5000won啦，即系唔使40元咧，就可以连红蟹都任食。啲红蟹咧就由韩国盛产嘅地区嗰度直送啦，因为蟹脚好长啦，咁又叫做竹蟹。拆蟹真系好有难度。非常非常尊敬嗰啲咧，食完只蟹仲可以好完整咁砌翻蟹壳出嚟嘅人。红蟹的蟹膏不算很多，不过味道就超级鲜甜。这间饮食餐厅就位于蚕室附近的，可以顺路去买乐天世界。又是吃到很满足的一日，这一间的性价比高度是真的值得拍手。如果你很喜欢吃蟹的话，更加要去。如果你身边有很喜欢吃蟹的朋友的话，记得 tag 他和你一起去吃吧，要他帮你摸摸蟹。